够表演的这么仔细。现场的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爱好活跃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先谢谢大家的莅临哈。那我们说哈，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那请问学音乐的大人怎么样？优秀。变优秀哈。对，那他们哈会拥有更多的在心理层面来讲哈，更多的艺文气息，还有更多的真善美哈。那相信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也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感染到哈。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很高兴的我们就是有两个团体，第一就是我们中心国乐团以及我们新兴国乐团两个团体2018音乐成果发表会，我们的主题是乐音飘扬庆年丰所以说非常高兴有这么大的两个团体能够并在一起来做呈现哈。当然现在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中心国乐团我们成立于民国88年6月它的历史很悠久，它脱胎于民国62年所成立的台湾省政府员工的国乐社一直到现在。那目前在黄秀荣团长的领导下，团员有30多位。那请我们秀荣团长站起来。欢迎所有团员跟大家招招手好吗？跟大家招招手，谢谢。成立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那当然屡获很多的奖励跟表扬。在民国90到96年连续7年获得南投县杰出演艺团体的肯定是个五财团支持的业余乐团。为了让我们台湾音乐文化有更完美的呈现，自发性的埋头整编辑演练乐曲所以说感谢他们的付出为社会这个提供更多的艺文的活动那当然在10多年前原本由林俊斌老师所指导的那现在由我们的林顺堂老师以更专业的技术指导展开另一个境界的国乐旅程，这是我们中心国乐团的部分。那第二个团体新兴国乐团，我们成立于民国100年，来自我们彰化县田尾新兴村由我们的团长张白仪团长还有我们的团员跟大家招招手他们也是属于自主性的乐团之前没有指导老师，但是有资深参与国乐之优秀前辈分享技术跟经验那所以他们在每个星期固定的时间里面会来团练那当然也要谢谢提供这两个团体我们首先要感谢提供我们中心国乐团我们幸福市他们长期以来提供我们场地，以及田尾农会的支持，还有我们顺天宫提供场地给我们新兴国乐团。那在这两个团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的整个团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的林顺堂老师那老师他本身是我们南投县人在地的那在10几岁的时候有许文斌老师的启蒙，那毕业于中国，在民国84年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国乐组是科班毕业的那就读台中二中的期间，对于乐队的指挥有浓厚的兴趣那在大学时期更从我们葛瑞森马克老师学习指挥化开始从事乐曲的创作及编配至今。99年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毕业老师的硕士论文是蒙古草原笛子音乐文化研究，他的指导教授是我们的郑德渊那也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我们的乐团我们的这个乐团已经有第10年了谢谢他的带领那老师呢现在是我们很多的学校包括三角国小、鹿谷国小、凤凰国小、海埔国小、明道中学、爽文国中、林内国中国乐团的指导老师
还有我们知音雅集鹿谷乡农会国乐团以及中心国乐团以及克明国乐团指挥哈。那更重要老师还有一个身份哈，那就是台中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我们国乐团吹管组的组长。哇，这些资历就说明了这个团体还有老师他们的专业哈。是不是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在我们简单跟大家分享报告这两个团体的时候，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首先，我们欢迎南投市客家协会理事长陈美珍理事长。大家好，欢迎。以及我们光荣国小退休校长罗春敏校长，欢迎。郑州府文化局秘书王敏士王秘书，谢谢。基金营运团团长赵连正团长，还有我们九九中国乐团团长洪聪明校长，以及我们田尾乡农会我们詹淑仪我们推广部的指导员，谢谢长期他们对我们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指导老师？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林顺堂老师。第一个曲目是《迎春曲》，这是国乐作家我们董荣生老师在1964年创作的作品。描写春林大地万象更新的欢乐情趣，曲中运用节奏的变化及乐器的音色，描绘出一片锣鼓喧天、热闹辉煌的景象。那让我们慢慢来欣赏。
谢谢。现场的好朋友，这么典雅的一个场地哈，哇，掌声，谢谢，谢谢。这么典雅的一个场地，我们到这边是不是会觉得比较有一点点的拘束？会不会？哦，啊，那刚刚卡派塞几书啊哈，连我站在这边都有感觉，我好像站在国父纪念馆的站位地一样。那在过去陪伴我们大家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的哈，的音乐是什么？有人知道吗？除了邓丽君的很多的歌曲之外，对，歌仔戏。好的，杨丽花歌仔戏陪伴我们走过无数的岁月哈。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歌仔戏风》的《随想情》是由我们的老师哈他亲自所编曲的哦，它是由根据歌仔戏的五金鼓还有我们的状元调等曲调改编串联而成。那它由我们使用我们杨丽花电视歌仔戏的片头来当开场，那进入中慢板或是歌仔戏的过门的曲调哈，让我们慢慢的来欣赏它这个曲目的变化。来，我们再次欢迎老师。
刚这个曲目有没有让大家想起杨丽花？柯秀妮、修平脸，我刚刚心里都在唱哈。第三个曲目是台湾风情画主曲第一号哈，也是老师的编曲哈。三地歌曲哈，他们的音乐一直就是让人家活泼、很有节奏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那老师在为了建国百年庆祝活动所编作的，用原住民的舞蹈的配乐哈，然后在有三首歌曲把它编在一起，大家耳熟能详的《站在高岗上》以及《高山青》，还有《赏月舞》，在2018年正式定名为台湾风情画。因为编者有多部的类似的编作，所以我们便用第一号来编序。来，我们再次欢迎老师，我们来聆听这首台湾风情画。来，掌声欢迎。
这么整齐划一，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每一位成员、每一位学员，他们真的都下了很大的苦心。哦，所以说不管是刚柔哦，他们的表现，还有整齐划一的这个节奏，各方面的哈、哦，真的看出大家的用心哈、哦，也了解我们老师的指导啊、的专业哈，是的。静之作曲，老师林顺堂来编曲哈。本曲在560年代的时候，三弟歌后卢静之所作，原名为《送情郎到军中》。歌词原意是说，一位少女不远千里，从偏远的东部乡下到基隆码头送别，欲前往前线从军的情人。当他挥舞着手中的小旗，脸上虽漾满了笑容，可是心中却离情依依，频频地向情人表达珍重之意，并要他肩负起捍卫国家的责任。卢静之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本身还没有男朋友哦，所以说，当时自己的哥哥刚好在基隆服役，写信告诉他自己在军中，孤寂落寞的心情，因此他便以自己的想象将这段词曲书写，下来了。由于本曲节奏轻快，旋律优美，花莲原住民文化村的一位李议员经卢静子同意后，便将其选为竹节舞的搭配舞曲，并改名跟歌词原意完全无关的阿美山凤，反而原歌名不为人知，也令卢静子哭笑不得。来，我们再次欢迎老师。
我们刚刚对这首曲子有没有非常熟悉？有没有啊？哦，这就是我们常听的三地歌哈。那我们今天经过老师的编曲跟诠释之后，那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好，原来作曲家哦，作词当初哦，他们的心境，还有他们的典故跟故事哈。好，紧接着要带来的曲目是《桃花开》，这是一个客家歌谣哈。我们客家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开朗，然后非常的节俭，然后非常的勤奋，但是他们随时都在唱歌。好，那这首客家歌谣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的客家小调，那旋律优美，容易朗朗上口。本曲共有四段，原来是男女对唱，而刘玉子一人分饰二角演唱，内容是表达阿哥想与阿妹相好，故意挑逗的阿妹想与阿妹身上的三件宝物玉手身体两人的交情，而阿妹欲以还休，极为害羞的答应。此曲每段原为四句，在第五句开头加唱歌正歌或爱正爱三个字，那接着其后再重唱第四句的词意，有加强强调的意味，也因此形成每段有五个乐曲。编者保留乐曲四段的结构，前三段分别由吹管、拉弦、弹拨担任主奏乐器，第四段为慢板，最后再现引子旋律结束全曲。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
是我们的客家歌谣哈。客家人，我刚刚有说过哈，就是让我们感觉他们随时都很快乐的在唱歌哈，工作的每个时刻都在唱歌，采茶的时候也在唱歌。好，第六个曲目是我们的撑船调，桃花过渡亦是我们客家采茶戏之一，其中最有趣的一段曲便是撑船调。曲意大概是描述女主角要渡河，但又不甘撑船郎的调戏，因此展开了两个人精彩的山歌对唱，最后是谁赢谁输也都无法看戏的兴味尽在不言中。我们再次欢迎老师。
这个表演，紧接着我们要来进行我们下半场的曲目哈。那第一首就是我们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除了小朋友之外，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唱，都听过《北波丹》哈。本曲原作发表于1936年，当年陈达儒以19岁的情况下写下《北波丹》这一曲，将少女的娇羞痴真比喻为纯洁之作的《北波丹》，深刻而不矫情，手法之纯，韵味之精，全然不是出自于19岁青年的手啊。他以北波丹哈无忧愁，无怨恨，无乱开，无乱碎，无嫌早，无嫌慢，来表露少女的心思。好词再加上陈秋林巧妙的作曲手法，将哭调中哀怨的部分摘除，而以小音阶铺陈，使得北波丹一曲少了哭调的哀伤，反而聆听者有却温润的感觉。我们再次掌声欢迎老师。作曲由我们林顺堂老师来编曲哈。1957年，吴敬怀和友人到南部观光胜地瓦拉尼亚旅游，在他们下榻的旅馆，有位年轻的服务生对他特别的照顾，让他感到一丝你还会对问不坚毅的浪漫情怀哈。于是谱下了轰动一时的瓦拉尼亚集团哦，酿定春风吹咪咪哈，满山花开啊，正东西哈。
啊，让我们慢慢来聆听这首大家很熟悉的，由我们老师所编曲的《管他娘鸡卵》，老师请。事物，在座的所有的表演者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却有这么专业的表演，那就是有好的老师的带领。那我们欢迎同好，我们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好，紧接着下一个曲目是《黄昏的故乡》，由恒景宏作曲，由我们老师来编曲。这首传唱已久的歌谣原为日本歌曲，最早由文夏所演唱，后来又有许多的歌手来翻唱。歌曲描写一个游子思乡的情怀，其中也诉说了对故乡情人的思念。好的音乐可以流传百年后，我们在现在的音乐，我们也可以听到这首歌，像于天还有陈升，他们都有翻唱。好，我们再次的欢迎老师来带来这首《黄昏的故乡》。
想要叫我来。这首歌我记得我爸爸的年代哈，我听过他唱，但是到我的年代我也唱，哦，这个歌曲真的很好听，很有感情哈。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介绍给大家的是《怀春曲》，由我们的福部良一作曲，由我们老师来编曲。本曲原是日本曲调，由高泉甫填词，原唱为宝岛抒情歌后林英美。曲调轻快活泼，即便至今仍相当受到欢迎的。让我们慢慢来听这首《怀春曲》，来，老师请。所以要好好把握最后几个可以鼓掌的机会咯。好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个曲目叫做《童神》，它由佐原一哉作曲，由我们老师来编曲。这首美丽的歌曲是冲绳民谣团体 Ninis 的第一代团长古谢美佐子为他心爱的女儿跟他的外孙女
谱写的词，那由我们左原一哉谱曲，字里行间充满了为人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以及期许。这首歌歌词柔美意境，让人感受到柔和的力量，唱出了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孩子时的心情。同时这首歌甚至被认为最适合拿来当胎教的音乐，现场如果有准妈妈，不妨试试拿回去当胎教的音乐。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
谢谢。好，听的同时，我刚刚有提醒哈，这个可以作为我们胎教的音乐哈。那我们的今天的乐曲即将进入最后一首啊，刚刚有跟大家提醒的哈，好好把握最后掌声的机会了哈。来，最后这首歌曲目是《草原组曲》，三天鹅，四盛会，那达慕，是由我们林顺堂老师所作曲。本曲作曲者于2001年创作的作品《草原组曲》的第三、第四乐章。天鹅取材自无伴奏合唱曲，作为基调配器，选取为柔美的慢板，描绘游牧民族对洁白的天鹅发自内心的喜爱，透过歌声表现出来。中乐章盛会，曲调取材自鄂尔多斯的短调歌曲，全段是快板的中乐章。乐曲开始是声势壮大的前奏，并引出由二胡笛子为主的第一主题，紧接着为弹拨为主的短调旋律，经过过门进入开展辽阔的曲调，最后在热闹有力的节奏里面结束全曲。我讲的灰勾勾哦，连我自己我都觉得哇，这个好深奥哈、哦。但是肯定的，这个绝对是老师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作品哈、哦。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老师。
我们的来宾，请好好把握你鼓掌的机会。谢谢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表演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哎呀，现场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你们真的太专业了啊！我相信你们的安可这样子的心意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表演者今天晚上睡觉都会笑啊！真的非常专业，我们都没有彩排的是你们都要安可的哦。我说，一个团体的合作跟协作都很困难。那我们今天有两个团体，我们的中兴国乐团以及我们的新兴国乐团，两个团体能够合并在一起，然后能够以这么优雅的这个情境来呈现哈。除了每一个学员认真下的苦心之外，更难得的就是我们老师专业的指导，才有这样的成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老师。有我们的好朋友的亲友团，
来祝贺我们先放啊。好，今天的团长还有我们的主任老师，在这个林正堂老师所带领的国乐团，再度的在我们南投把我们的国乐发光发亮。再次的谢谢老师，谢谢所有我们团员精彩的演出，也谢谢所有观众听众，谢谢你们，谢谢我们今天乐音飘扬庆元丰在此告一段落，谢谢，再次的谢谢。待会回程的时候我们就照着顺序离开，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